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东京的表参道。那我是麻袋叔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新嘉宾，坐进来。Lady 星星，星星。大家好，Hello。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啊，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呢，都会来东京。来东京的话，肯定都会来表参道去看一看潮牌。对的。那今天啊，随着我和星星、，Yes，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今天的表参道，还有后面的公园，走。哎，我们后边这条路女生是经常过来的吧？对，经常瞎逛。对对对，能看得出来，就是喜欢这样的潮牌的这人，应该是平时会这样来这边。对，我一般来这边的时候，我都是直接就绕到小道里面去，然后去看一些其他东西。是有很多就是你穿着，哎，这个东西不错啊，但是这个牌子没见过，在哪里啊？我喜欢买那种的，就让别人认不出来的东西。也不错。嗯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这边我们多东西啊，你看有这些年轻的发型啊，很好吃的这些餐厅啊，小酒吧呀、啊，还有我最爱的贡茶。贡茶？什么是贡茶？就是一家台湾的那个珍珠奶茶店，但是珍珠奶茶为什么叫贡茶呢？它的那个名字叫贡茶呀、啊，人家有品牌的好吗？店的名字叫贡茶。对、哦，台湾的所有的吃的喝的里面，唯一一个在日本火了的就是这个珍珠奶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日本人有研究过这个事情，认认真真的研究过，还写过报告，说这个珍珠奶茶为什么在日本会火？为啥？因为这个珍珠啊，是吧？在吃到嘴里的时候，有一种狗的那个大小的。你确定？这个是日本人真真正正的做过研究的。就那个嚼劲吗？就是它那个大小，它那个大小，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。我个人，你这话我没发现。这个研究报告说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大家吃起来、喝起来的时候，那什么呢？就有一种回忆你宝宝童年的时候，那个感觉。啊，不是你那么想那么邪恶。唤醒童年的记忆。对对对，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有法接了吧？这么讲了还是有法接了？接了，做法接得了。对对对，不是说那个你想的那种。那么龌龊对吗？不是，那个也不龌龊。十八禁现在。来，樱花开了，看。多美啊！What？ 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的脸。我刚遇到熟人，你平时就这么发送的吗？你是干什么？什么时候换我的？你是发布会？换你？来，你接着跟着走吧。你说你是干什么去了？我要去见朋友，朋友从英国过来，我。咋了？这人要开车。老司机要开车。老司机要开车。OK， 拜拜。你看这上面写什么？你看到吗？就是日本制造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不管自己说叫 Japan， 叫日本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日本呢叫霓虹，然后呢，但是霓虹这个发音呢就比较柔，你知道，就显得软软的，所以说呢，那日本人比较自满的时候就说的话叫霓虹，这样就有个破音嘛，就感觉就比较有气势。然后这个上面就写了霓虹嘛，霓虹妹的，就是其实就是说日本制造，日本制造比较有 power。这种店我跟你讲，写着明明白白写着日本制的店，绝对都不是给日本人买的。以前啊，日本有钱的时候啊，那个。小学建了好多嘛，日本的学校呢，在盖学校的时候啊，都会插一个樱花树，都会种棵樱花树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是日本的国花、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不是，日本是二月份放假，对，就是三月底四月初是开学的嘛，就四月一号开学，四月一号开学的话，正好是樱花开的时候，所以说日本的小学生都是啊，樱花一开，然后去升学，去学校读书，对，我上小学了，或者是我上初中了，我上高中了，我每年就是有这个回忆的时候啊，就是比较人生里面比较大的转折点的时候，正好都是樱花开的时候。日本的小学生都会有变化，对，日本小学生都会有一个，就是穿着那个小校服，戴着新的小帽子，然后背那个小书包，然后哗哗哗去学校，进学校的时候哗樱花飘扬。那个我就不想喝那个什么了，台湾奶茶了，因为我可能下个礼拜还去台湾。哇 ，OK。那个我们喝咖啡，叫它是 ice latte。哦，说一下。Give five。加六十说的。好早。海外向けの、あのインバウンドのあの事業の、あの海外向けの発信してるんです。これってあの毎日あるんですか？毎日あります。雨が降
小姐姐手工做的哦，干杯。这小哥哥做的啊，小哥哥。好的，你也都在吗？好喝，这地方还是蛮漂亮的。哎，我特别喜欢前面有一家那个啥旧货店。旧货店古着嘛。哎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日本人喜欢买那个旧衣服。你买、你买吗？因为他们喜欢复古嘛。我不买、我不喜欢别人穿过的衣服。他因为其实是这样，就是他们卖的这些旧衣服啊、并不是说那个日本人产自己的旧衣服，外国的啊，几乎都是美国那边的旧衣服，然后就是那个七八十年代然后比较花的那种东西，年轻人比较搭。你像你这样、你像你这样，这样的话，那上面一个 T 恤，下面一个这样的裤子，那是普通的中国人的 style 吧？那如果也是啊，对对，如果你要搭一个这个的话，就稍微有点日式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再搭一个那个大的花衬衫，那就比较元素风。知道的很多呀，毕竟是干过的，四年，毕竟做过这份工作。是这些过去的衣服。这些过去的衣服，就都是这种风格，不是不是，这些是新的啊。这些衣服啊，其实，比较难搭，难搭那个裤子啊，那个鞋子的。来来来，你咋了？嗨，魏军，哇，你转反了？我转反了。对对。那重新再转吗？对对。一二三。谁在头晕？来，你转，再转，太棒了！哎，对了，谢谢。那个明治神宫里面，还有代代木公园那边，樱花现在开得最好。对，很美的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Let's go。走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本期的那个开遍日本，然后在北川道的这一集呢，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，是吧？感谢大家的收看。OK， 谢谢大家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林叔，欣欣，拜拜。拜。写了一首诗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诗啊，就写的蛮不错的。你看那个什么什么，那种老旧的那个双层床啊，什么大理石的那个池塘啊，写的很有诗意。我书读的少，你别骗我。我书读的多是专门骗那个书读的少的人。这段切。对，这段留住。切。这段留住啊。切。我给你们发工资啊，这段留住。算了。